张艾嘉出席公益记者会，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张姐和两大男神金城武、刘德华一同担任奥斯卡评委仪式啊。其实我真的是有一天早上醒来，就发现我有很多的简讯进来，然后恭喜我，我说、啊、恭喜什么东西？他说哦，你是现在是那个评委，那我说哦哦，其实我并不是太了解。我有跟金城武讨论过这件事情。还不是那么容易找，就是。我或许可能在线上游戏上可以跟他见到面吧。这个地址是已经跟刘德华讨论过了。刘德华比较容易沟通一点。张姐，你真的太幽默了啦！不过马不停蹄工作的他，最近与李心洁、阿布宽合作的新戏也是相当令人期待。接下来我就要去马来西亚拍戏。那再跟李心洁再跟。可是我跟他没有交手，因为我演的是他老的时候啊，所以我跟阿布宽也不会见面，就在脑子里见到而已。那是导演整理。没有关系了，反正阿布宽那么高，我也算了。粉丝快敲碗，想看对手戏，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